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一切痛苦都是恶行的结果，而善行是快乐的因。停留在阿赖耶识的负面行为的种子，如同向有钱人借钱的借据，即使经过多年，当债主拿出借据，欠债者就不得不还债。对于他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最谦卑的仆人，永远处于最低的位置，要真正非常努力地学习谦虚，不去考虑自己。真正的快乐源自根本的良善，也就是真心全意希望每个人去寻找生命的意义。这是一种骗在的爱，一颗良善的心，永不改变的质朴天真。所以，当别人做出伤害我们的行为，完全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心理去认知的。能体会到这一点，是生活上一切安乐的来源。
就打帕梅那让战英国上家看清让别人伤害到自己的根本完全在于自己负面的想法最好的发心是要为众生成佛的念头接着是想出离生死的念头最低限度的清净发心则指追求来生安乐的心就打怕没那让战英国上家行为必须有其中一个动机才算佛法行为的果报才得安乐透过修持佛法这一项单独的行为因都可以全部被摧灭无论你修学佛法多久你永远受益你的身与意会变得更亲近而且永远不会危害你的身心修心不能有分别心不要挑选对象要针对一切不论对象是否有生命任何念头的升起都应该成为修行的道路而不是修心的障碍
就好比我们的眼睛，总是无法看清他自己，他不能看到自己，也没有东西在那里被看。心是超越观者与被观者的，它超越于此种惯例，这就是所谓心的大空性。当我们一心一意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他人利益时，我们便有摧毁长久快乐的可能。一个人即便具足布施与持戒的功德，如果不能忍辱，就容易生起嗔恨。一旦生起了嗔恨，那么过去由布施和持戒所积聚的善根，在一刹那间都会毁坏。因为愚痴，我们贪求那些会将我们毁坏的事物，并对很多事情感到嗔怒。所有事物皆随因缘而聚合，终究会消散，我们会慢慢地找回自己的洞察力
平静、稳定与尊严。看清当中并无愤怒、欲望或执着，此时心感到更轻松了，于是我们便又能将心放在呼吸上。菩萨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呢？这个很难说。比如我们到商店里面，那些卖东西的人也好，旁边来来往往的人也好，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些人不是菩萨的化现。我见到了他，接触到他，听他的声音，都很有可能获得无量的利益。因此我们学习了佛法的教法，就要去运用。光听到了只是闻会，这还不够。要去思维，这属于思会。思维之后要依教奉行，才能进入修会的阶段，才能开智慧。
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梁皇宝忏暨三大士于伽堰口法会，恭请慧泰法师、慧亮法师、广护法师主法，日期10月16日星期一至10月20日星期五，梁皇宝忏；10月21日星期六，三大士于伽堰口法会，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法会备有接驳车，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洽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新逢小神通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万兆倍。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1月1日星期三8点半传授八关斋戒，下午1点半大悲忏法会，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